大家好，今天大家看一下我们买的兔子。你看这些兔子越来越白了，越来越可爱了。你看这个兔子很可爱了，现在毛都很漂亮。上次网友评论说这个兔子啊，那个有那个好像有点脱毛嘛，其实不是的，上次是有点湿，把那个毛打湿了，打湿了这看上去就是有点脱毛一样。你看现在干了之后，这个毛也很漂亮，它的耳朵也有点红的，它眼睛也是红的，但它的肉都是红的，很鲜嫩的。现在胖了一点了，肚子都大了一点，越来越漂亮了。好猛啊，它这个抱着它，这脚地板上有点脏，把踩脏了，把它放回去，它不肯了。灰兔子，哎呦，你看那灰兔子，它要爬我，用手用爬我，这灰的，现在灰的都瘦了，别人太多给它看，太多兔子给它抢吃，抢的它都瘦了一点。你看这个兔子毛好漂亮啊，这个毛我它想挣脱，我又不会把你给烤了，那我用力挣扎干嘛？我等着你给他们下崽的。很可爱，把它放回去了，它不肯了。现在天天下雨，那个菜叶都是很湿的。我现在搞点那个米汤拌饭的给他们吃，要不然现在都没青菜了，要不然他们会饿扁的。我去搞点米汤拌饭。这个就是米汤拌饭，用米饭拌点汤给他吃就好了。这有水的叶子吃了可能会拉肚子的哦。这个米糠拌饭稍微拌干一点，没那不妙了。你想不想吃？你就吃肉的。好，我们去喂兔子了。把这个盘子放下去，你看，你们吃米饭。哇，好喜欢吃啊！这个兔子越来越活泼了，要把它盖住它，不然它会跳出来的。这样它就跳出来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准备给竹鼠他们拌那个米汤拌饭了，他们老是叫了，咕噜咕噜的叫。Thank you.